今天是在轨飞行的第三个真正的周末，北京应该是在这个什么地方，就在这一块，你看那个是渤海湾，然后哎，北京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，那个地方应该是啊，然后渤海湾天津看得很清楚，然后往回看就是北京，非常明显。现在应该是到了胶东半岛的上空。